刘院长。哎，社长，社长好。今天讨论到食物营养，是我该有一套法律来予以规范的哈。我用一个比喻可能会比较快，就像当时各县市在推老人免费换假牙，好，是从各地方政府属于自治的权项，好，他们自己应有自己的裁员，然后从低收入、中低收入甚至到全面，那后来中央觉得这个政策是 OK 的，所以我们就换中央来做，好。那我现在又再用另外一个例子来做比喻了哈，新北市2013年要推一个幸福保卫站，你知道吧？知道。好，那这幸福保卫站的内容你应该清楚，这个内容跟我们今天讨论到的，你在报告里面也特别提到，大针对食物银行林佳龙委员所提的这食物银行，大致上应该有归类，各地方政府有归类，可能是食物的仓储室啦哈，还有食物券室，还有资源媒合室等三种。对。那新北市的幸福保卫站是属于哪一种？它应该是资源连结。你这边资源媒合室的那一种就对了哈，但是它又提供食物啊，对不对？资源连结当然有可能就是提供食物，对吧？啊，它提供食物，刚才当然也有委员呐哈，特别就叫说啊，提供食物万一吃出问题了，谁负责？我觉得这样问法有点我尊重了哈，因为。从超商，新北市现在是从1004大超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从1970家的超商，然后让店员直接去认定哦，是让店员直接去认定哦。这个小朋友低于18岁以下，不论涉及与否，在新北市他都可以享有80元面包、饮料不含零食等，就是可以直接给他使用。吃事情当然超商要负责了，如果你吃超商提供，超商 OK 嘛？超商要负责嘛，对嘛？那今天食物银行的不管他是人民团体还是政府，他主政吃出问题，当然就是政府，不然就是那个团体负责任嘛，就是这干单的利润嘛。他刚刚讲的那个概念不是，他刚刚讲的就是说我吃剩下的一起的便当、一起的鸡腿、一起的炸鸡，拿去给人家吃了。他讲的是这个，不是到超商去拿的。哦，没有了，我现在讲这个类比是从第一个委员开始讲的哈，不是针对某一个委员，你可能会错我的意思的哈。那我现在讲就是说。你们针对朱市长推出了这个幸福保卫战，然后每年编列将近200万的经费了，好，然后他是预估每年一亿，对不起，1亿，我讲错了哈，将近1亿了哈，然后每年预估可以高达125万哦，对不对哈？120万的学生受惠，宣称只要是18岁以下的学生儿童，哦，我刚才讲过，不论涉及与否，还是也不限你中低收入，都可以到四大超商连锁这个超商填写资料，享用80元的免费餐点，让饥童，对不起哈，饥饿的孩童了哈，可到超商免费饱餐一顿。但是这个计划是从去年12月一公开，到现在马上要施行，我不晓得内政部知情吗？有掌握吗？有没有劝阻？那是他们的教育局办的，我们真的不了解，不知道。他们的教育局办的，对，不知道。教育他们教育局连接社会局，还有相关的。当然，主办当然是教育局，但是他这个资料也我们事先也不清楚。好，那所以你们到目前为止只有听到这讯息，那你们也看报纸才知道嘛？对，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、什么样的态度、什么样的？他这个讲还是就地方自主，地方自己处理。150万是人事了，人 OK 了 ，OK 嘛，对，人事的，这个利益是不错了，但是这样会有什么缺点？会有没有少部分的小学生有道德风险的问题，也很难讲了。小孩子他自己没有需要，他也跑去拿，然后到时候听说有他签的，他叫他老师签资料，他资料也不签，那这样会有什么后果？后续还要持续看看这种后续的成。所以他利益是好的嘛？这个我们没有什么意见。好，对，但是他这个政策执行上会不会成功，或是会有什么后果，还要再后续观察了。如果2-3个月后了，哈，他实行效果不错了，内政部要不要通令全国都要做这种事情？这个我刚刚提过，他是提供给学生啊，对，提供学生啊，没有错，应该是教育部来处理，不是内政部来处理的啊，应该是教育部来处理的。他其实他你说他是教育部，他的教育局主办的，对，教育局主办是提供给学生而已啊。他是从教育局、社会局、学校乃至于超商业者嘛，吼，对，同步
来实施嘛，吼。然后他动用的经费应该是，新北市社会救济汇报专户指引啊。这个无所谓了，谁来举办都，谁来主办都无所谓了。我们后续看他的结果，我们会支持。那、啊、今天我问的主题是针对食物银行嘛，对不对？那刚才市长也回答我说是属于资源媒体整合的一环嘛，所以当然我要就叫市长嘛。如果这个政策他推了 OK， 那内政部要不要就像老人那个换假牙的状况一样，就整个来主导？如果这个实施的很成功哦，别的县市也会群起效仿了。那个，所以就县市自主，县市有钱就去做，没有钱就不要做。比如说这个托育中心，新北市也做得不错，其他县市也都在模仿它。对。那如果说将来地方政府可以做这件事情，不必中央支援，中央当然可以不管。如果这个需要中央来支援经费等等的话，那中央义不容辞就要站出来。OK 哦，那你讲的哦，那如果两三个月执行是效果不错的。那地方真的期待中央去予以协助，他们也要比照来做，那中央就应该更加支援了。如果有需要中央支援，中央 OK 啊，好啊。那我现在讲，到时候由中央来支援的时候，中央是不是要针对这个部分有一套法律的规范来如何做？不然你中央凭什么说好？你地方要求我支援，我就请给你，我就让你去做，怎么做？他看起来也没有制定。在市政府目前的对、啊、没有法律了，没有制定条例。当然目前为止没有嘛，一个多被走鸟，一边法律，一个十二月份讲的时候匆匆上路，然后就马上要做了啊，对不对？那我是讲一个比喻给你听，你会比喻那个育儿的状况，我会比喻老人换假牙的状况给你做参考嘛。那万一啊，就是地方期待这么做，你中央要不要协助？那中央协助不需要一套法律的依据吗？一定要嘛？哦，这第一点了哈、第二点。这个其实有一些问题了哈，我先把利益是好的，但是他确实有些状况。当一个孩子，他是不是可以摒除他自尊心呢、啊？因为他在发票里面要签名，对，要留下资料，对。哦哦，好，问题来了，有没有牵涉到个资问题？我再来哦，超商的说现在是店长，我说真的，我们真的是有用过了哈。超商的这些店员都讲说，店长有交代了。但是还没有交代怎么做了。然后新北市在九月份的时候有通报，像这样的高风险家庭有什么样的状况的，请超商也通报新北市的社会局来做处理。九月份一直到现在，很抱歉，通报是零了，通报是零。啊，所以一个超商的员工要如何去认定这个小朋友，这个十八岁以下的小朋友，他到底适不适合给他这80块的面包饮料等等等，啊，他有没有公权力？啊，他如果认定错误的，他会不会被受刑要处分？还是没关系，大家都可以，多数人都可以来白吃白喝。好、哦，我现在讲的就是有这样的问题存在嘛，对不对？没有错，没有错。对啊，如果到时候就是说地方政府，因为毕竟他是新北市先要推的，以前老人换假牙也是从某个县市先推，那慢慢的几个县市一直来推了，到最后中央整个统筹起来做处理。那如果地方政府要求内政部，我马被走了。啊，不要弄换假牙，我们换假牙也没有立法啊。换假牙也没有立法，换假没有立法 ，OK 的哈。我们给钱也没有立法。对，那换假牙又现在跟食物银行像新北市推的信物保护站的状况，我只是做一个类比，但是它可以全部的做这样的比照，那倒也未必嘛。所以我只是善意的提醒，万一这个事情你没有一个法律的一个规范，啊，是不是会出什么问题？谁要来承担？因为还是那这个政策。得过且过，能走到什么时候就走到什么时候啊，走不稳就他这样的事情跟我中央完全没有关系。不是，我没有后续观察，因为他现在我们今天刚发现他这个问题以后，我们当然会持续了解他后来执行的情况如何。不要等到三个月了，你执行了几天以后，那是市长你就会出来了。市长，因为你比较少来未还备询了哈，你不要到时候跟我讲，又换另外增次来说，啊、我们是跨部作家杂工一进要拜，所以不被走啊。这今天的确对，马里也是今天看报纸嘛，对不 对？我说那三个月后，万一新北市他不做了，不要到时候市长还是市长跟我们讲说看报纸他做不下去的。他不做了，我们会了解为什么不做。OK， 再跟你报告。我最后一点了哈。郑委员，也是针对社会救助法有针对第十六条之一来提出修正嘛？那他修正的重点讲得很清楚，就增列中低收入为各级住宅主管机关提供住宅补贴措施对象。是。那贵部的意见就讲说，目前依据本部整体住宅补贴资源实施方案哦。对。OK， 好、哦。
已经提供中低收入户家庭相关补助措施，那为维护中低收入户住宅补助权利，本部尽表同意嘛？同意。比如说，您的意见你走啊嘛？对。使用者红杆你走嘛？对。对不对？对。那现在要来修订这个法，这个更周延了、啊。更周延嘛？进去他会更就把中低收入涵盖在里面。OK， 那我是对比嘛？刚才您向委员提的这个案，委员所提的生活补助除现金给付外，亦得提供粮食及生活必需品，利益甚佳，本部也深表认同与感佩嘛。你的用词几乎是一模一样嘛，利益良善呐、啊，对嘛，颇有见地，对呀、啊，那是要他要去修一个法，把它纳入在这法律里面，你们的意见又不一样了。对啊，就是这里面就涉及到真的是要不要立法的问题了。其实这个立言呢、啊，刚才一定要会立法不可，这个是一个我们刚才当你有委员提到是不是会过于僵化？我想这个是大家可以来思考，啊、这我也尊重。但是我是觉得说，因为食物银行不是只有在台中市，我们云林。很多的弱势县市其实早就已经有在做，但在这个做的过程里面，真的是有一些问题。那这个问题我不晓得次长还是司长私底下有没有了解过。哦，但是我个人会感觉说，如果今天可以在社会救助法里面，哦，在某一个条文里面可以去加以规范，不是一件坏事的。哦，是到底如何去定而已的。对。哦，到底如何去定而已的。哦，条文怎么写 ？OK， 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请主席来主持。你好，不好意思，不早点啊。你的主席要这样，谢谢。谢谢。好了，拍起来，拍起来。好，谢谢哈。那我们本日的下午会议报告及询答已经完毕哈。那做一下决定，所有登记发言委员除不在场者外，其余均已发言完毕，询答结束。委员杨耀、郑汝芬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，并请相关机关于两周内以书面答复本会与本会委员及质询委员。那本日会议委员所提质询未及答复部分，函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之相关资料，亦请相关机关于两周内以书面答复本会与本会委员及质询委员。